你早上的6:32，今天是10月23号，礼拜一啊，又是我们要准备重新做生意的时候。上个礼拜六，礼拜一到礼拜六通通没中，跟各位说声抱歉。老会员都知道这很正常，有时候我前面赢，有时候我后面输，这样非常不好。我们如果一个礼拜赢一次，凹一次中奖，那就很好。但是我们前面中了5次，后面都没有中，这个礼拜也是很累。希望呢，我们这个礼拜牌子回稳，啊，大家赚个钱好为生啊。那个本周呢是礼拜六啊，我们是中坛元帅的圣诞，也就是我们那个猪八戒的生日啊，中坛元就是猪八戒啊。对，我们要好好跟他去拜一拜。东方联赛就是专门我们拜色情的、拜赌博的啊，都喜欢那边去拜拜啊，喜欢去中坛联赛，能够可以加让我们顺利成功，让我们的拜为胜啊。这个礼拜呢，希望大家呢工作顺利啊，家庭美满，能够事业成功，539能够中彩啊，最少中个2次、3次扳回一城，现在各位牌子不止要中一次非常困难啊！今天一样二中一，然后一次碰四次啊！这也今天也不要二中一了，刚刚第一天开始用头筹，用一只，然后一只碰个2个尾数，2、3星，我看觉得这比较妥当，恭喜各位！